和文娱中心。演出开始前，请关掉手提电话、其他响纳及发光的装置。未经允许，请勿摄影、录音或录影。谢谢合作。出席青年新世界儿童及少年合唱团慈善筹款音乐剧《仲夏夜之梦》暨第一届周年音乐会。我是傅子腾，我是林子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个介绍青年新世界的短片啦。在现时教育制度下，我的人生是一条开始。曾经我封闭自己，运动是我唯一出口。但原來一班人運動更開心。依家我喺足心教緊健身班，我唔再覺得我嘅人生係一條開線。喺呢度，我發掘到我嘅潛能。我諗大隻做消防都幾啱啦。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有自己目標，不斷挑戰自我。如果一班人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可以互相比拼、互相鞭策。在這裡，我不單止是一個參加者，我更可以成為大家的 leader， 帶領大家完成同一個目標。在這五年來，我由中心其中一位參加者成為中心的大專組籌委。在這裡，我可以得到發揮的機會，不斷進步。你問我成長是什麼？跨過一道高牆。現在的成長環境太過溫室了，我們要創造逆境，給個契機他們突破自我。我的使命令他們對挑戰困難上癮，迎難而上。有時候教育只是在學校裡面發生的，在中心搞活動就是新教。我是阿瑤，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在四年前離開了學校，創辦了青年中心。我相信以生命影響生命。現在是開幕典禮，有請青年新世界主席鄧永俊先生同名青年新世界副主席鄧永堯先生陪同主禮嘉賓上台。有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峰博士，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總幹事南伯恩先生，青年新世界義務總幹事陳嘉敏小姐，青年新世界董事范婉堂小姐，青年新世界董事黃竹富先生，以及青年新世界董事陳嘉敏小姐。請坐坐。而家有請青年新世界主席鄧永俊先生致辭。劉副部長、各位合唱團的團員、各位家長、各位觀眾，大家晚上好。在這裡就非常感謝大家今晚出席我們青年新世界成立五周年系列活動其中之一的兒童及青少年合唱團成立一周年的慈善音樂會。欣賞合唱團的演出亦都是支持我們青年新世界籌募這個經費，為基層的兒童和青年呢提供音樂藝術的培育服務。今天既是慶祝我們青年新世界的五歲生日，亦都是慶祝我們合唱團的一歲生日。轉眼間五年咁過去了，當年我們一班來自各行各業的朋友
大家都很多都是基層出身，有社工、律師、老師、工程師，甚至一些青年的學者等等。大家呢都希望增加基層青年呢向上流動的機會。我們一起成立了青年新世界，亦都非常感謝周大福慈善基金的大力支持。我們一切是從零開始，我還記得當年我們怎樣去找這個地方啦，要裝修啦，怎樣一起合力去設計啊，招募義工啊。當年呢我們第一個活動呢就搞一些免費的補習班，還記得當時我們還擔心小朋友呢餓住個肚，因為通常都是夜晚黑未食飯呢，就買定一大堆的餅乾呢，就希望等他們吃飽個肚先來上補習。咁亦都驚我哋冇人認識我哋，我哋咧就攞住架鐵轆車，就150,000嘅單張喺觀塘區嘅一啲公屋區，逐户逐户逐户咁樣派。所有嘅情景咧，今日嚟講咧都係歷歷在目嘅。咁喺度咧，我亦都非常之感謝我哋過往一直同我哋付出好多嘅義工。我哋最初係由10多個我哋董事局嘅成員，核心嘅義工。到發展到今日，我哋有25,000個會員，由觀塘嘅第一個青年中心，到擴展到柴灣青年廣場成立第二間中心，一步一腳印，有賴一班無私奉獻嘅義工幫助我哋成長。去年咧，我哋咧就重新嘗試成立咗一個青年新世界兒童同埋少年嘅合唱團，嚟自唔同階層嘅青少年咧就一齊咧實踐呢個音樂夢。喺過往一年咧，我哋睇到咧，啱啱第一次嚟試音嘅小朋友，練習，亦都好多個第一次踏出去舞台，好多個公開演出，到今時今日呢個更大嘅舞台。喺今年咧，我哋都去咗北京咧參加一個國際合唱節。今晚呢個仲夏夜之夢咧，佢哋係用咗好多心機，好多個日夜去練習。咁希望一間咧各位朋友咧，落足耳力，落足眼力去欣賞他們，給多些鼓勵他們。在這裡最後都感謝所有的指揮、伴奏、導師和一些家長的義工，尤其是我們音樂的總監李思麗女士和顧問黃永康先生，他們是無私的奉獻，用音樂去改變很多小朋友的人生，成為一個很多很多鼓勵志的故事。如果大家想了解我多啲咧，好多故事咧都非常之感人嘅。第時應該可以了解多啲嘅。喺度咧，我亦都感謝今日每一位朋友出席，亦都贊助我哋呢個慈善音樂會嘅善心人，支持我哋基層青年嘅服務，讓更多基層嘅兒童同少年咧有機會接受優質嘅音樂訓練，以音樂改變人生。咁咧喺度我都厚面皮啲講啦。我哋陣間咧如果大家覺得個表演音樂好的話咧嚇，陣間咧慷慨解囊啊！我哋咧中場時間咧有啲籌款箱喺個大堂噶，覺得好嘅咧就可以支持下我哋。咁喺度咧就再次感謝大家，希望我哋小朋友第時成長亦都回饋社會。多謝各位。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峰博士致辭。鄧主席，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合唱團的同學們，還有主席台上的各位嘉賓，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謝應邀来出席今天晚上这个仲夏夜之梦的音乐会。那么刚才呢，邓主席做了很多的介绍。这个新世界这个新青年新世界这个组织呢，成立5年了，是在香港呢做了大量的青少年和学生的工作，为我们的同学呢也提供了课程的辅导、就业的指导，还有一些艺术的培训等等这样的活动。那么5年来，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我们社会广大的认可。去年呢，我们又成立了儿童和少年的合唱团。那么成立1年来，我们的合唱团的同学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之下排练了很多的节目，刚才也介绍了，在内地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一个非常著名的文艺作品，那么脍炙人口，他的这个音乐剧呢也非常有名，所以我想呢，今天晚上大家会欣赏到他们非常优秀的演出。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培养是全社会都应该关心的事情，除了学校之外，我们的各个团体也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像刚才介绍的，除了我们这个新青年新世界这个机构之外呢，我们还向周大福啊他们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关心。每一个儿童，每一个同学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他们终生难忘的记忆，也有他们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学习音乐，我想呢，可以给我们的同学有更多的美的享受，有更多的音乐知识的学习，一定会在他们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非常难忘的记忆，也给他们呢提供一技之长。同学们学习音乐，他们自己也享受了美，那么也给我们社会，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为我们的社会可以带来更多的正能量。最后呢，我预祝今天晚上的演出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刘博士，而家系我哋团员最脆弱嘅一刻，即将宣布2017-18年度优秀团员大会准备咗证书俾佢哋，给予鼓励。有请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长刘建峰博士颁奖俾合唱团儿童组嘅优秀团员。有请陈善南、朱恩晴、方宝雪、叶子晴、李俊宇、梁日朗、戴永林、吴子欣、邓瑶希、蔡瑶峰、杨楚玲、杨朗乔同余津津一同舞台前接手。将颁发合唱团少年组嘅优秀团员奖，有请郑若思、叶海南、林子欣同埋刘少朗一同到台前接受。恭喜晒咁多位！而家颁发团员证书，有请合唱团儿童组代表陈莲宇接受。有请合唱团少年组代表吴千南接受。请就座。合唱团为了提高团员的声乐技巧，鼓励团员参加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声乐考试，由音乐总监培训。
團員已經參加了兩次考試，並且已經有成績了。第一次就是2017年的10月至11月，有22位團員分別參加了由2級至8級的考試，獲得優異成績的有劉少朗、吳天南、梁日朗。得到優良成績的有周希子、劉浩雅、姚卓賢、李遠林、楊朗橋、張子瑩、楊可蘭、陳蓮怡、吳子欣、葉子晴、蔡曼橋、方寶雪、吳天佑、朱恩晴、鄧瑤希、吳子欣和傅子彤，而得到合格成績的有吳曉如和王玉林。有请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的总干事梁伯恩先生颁发证书给大家，请一同到台前接受。2018年五月，有十二位团员分别参加由二级至到八级的考试，得到优异成绩的有周希子、刘少朗、李敦仪、张子莹、廖乐彤、杨朗桥、高子晴、周晴、陈善南，而得到优良成绩的有梁日朗、陈一鸣和梁永龙。再请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总联合会总干事梁伯恩先生颁奖给他们，请一同到台前接受。吴嘉良先生，梁先生请坐坐。接住落嚟，有请青年新世界嘅主席邓永俊先生颁发感谢状俾我哋嘅合唱团导师、音乐总监李思丽女士。
你獎金。本站吳曉南小姐。多謝吳小姐。本站羅維先生。刘先生，合唱团经理袁永恩女士，多谢袁女士，总务余秀英女士，请坐。现在有请青年新世界的副主席邓永尧先生颁发感谢状给我们的音乐剧的指导们，音乐剧的导演张敏仪女士。音乐剧编舞及排舞导师周可云女士，多谢张女士。爵士鼓李成朝先生。李先生，低音电吉他 Simon Her， 多谢许先生。舞台经理谭蕊思女士。助理舞台经理林耀雄先生，多谢林先生。音响及影音叶晓云先生。多谢叶先生。唔该，邓先生，请就座。我会讲，我唔会。跟住落嚟，有请我哋音乐剧嘅主角之一 Puck 大同七位团员各自将一朵花交俾我哋嘅主礼嘉宾。我们会一起数一二三，数一二的时候请嘉宾举起手上面的花，当数到三的时候大家一起将花为音乐会揭开序幕。好了，我们一起数一二三，今晚音乐会就揭开始了。嘉宾，
大家稍微入座，翻开自己的座位，开始欣赏我哋嘅表演啦。节目就开始了，咁首先咧，我哋就会唱我哋嘅团歌《Whole New World》，同埋《Thank You for the Music》，请大家细心欣赏。新世界儿童及少年合唱团嘅音乐总监李思礼，咁我哋。咁我哋合唱团咧，其实喺去年八月咧。成立到而家一年，咁我哋好努力、好開心咁同小朋友一起去練習唱歌，我哋都做咗好多好多嘅表演。咁喺呢度，我哋用兩分半鐘嘅時間咧，都同大家去睇下我哋小朋友喺呢一年裏邊咧，我哋經歷過啲乜嘢，好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就啱啱成立，我哋喺青年新世界四周年會慶及暑期大派對嘅演出。我哋參與靜心能量音樂會嘅演出。咁呢個係我哋聲樂新聲音樂會，其實係考唱歌嘅團員咧，佢哋一個考試之前嘅一個音樂會。呢個我哋去杏花新城嘅一個聖誕表演。我哋去迪士尼都係聖誕嘅表演。这个、我们是在青年新世界的青年广场的声乐童声美乐合唱的音乐会，同样我们在新年的时候都去杏花去御景新城，都是做一个童声美乐的音乐会。我哋參與香港歌劇社嘅歌劇狂熱第六 Opera Fever Six 嘅演出。呢個係第二次嘅聲樂新聲，亦都係第二期考試唱歌嘅同學嘅魔劇商嘅 concert。呢個我哋去淘大嘅商場嘅母親節表演。我哋七月去北京、上海嘅京沪音樂交流團，呢度係上海，呢度係北京。呢個係兒童組嘅比賽，少年組嘅比賽，亦都有一個演出。呢個係合唱節嘅頒獎禮，大家一間會睇到嘅一個表演。多謝大家。Thank you.
我哋會有我哋嘅全員周希子獨唱一首外文歌，佢嘅名叫做 All Down Mill Auto Chair Auto。之後我哋少年組會唱出我哋喺中國國際合唱節唱嘅三首歌，特別係 The Music's Always There With You、Northern Lights 同埋全大愛，請大家細心欣賞。Thank you.
之後我哋會唱出《孤星淚》裡面的《温姐愛》，大家細心欣賞。One day more
who seems to know my very surely come myself.